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第十届中国围棋龙星战本赛 B 组第九局的赛事直播，由顾子豪九段对阵闵昱婷九段，解说嘉宾是您喜爱的著名国手刘金老师。刘老师好。你好，很高兴和贾刚露那个我们好像应该首次配合讲解啊。贾刚露呢也是我们大名鼎鼎的谈笑九段的夫人，那个棋力也是毋庸置疑了。我们希望今天能看到一盘精彩的对局。是的，刘老师，那比赛也是马上就要开始了。是的，我们先去这个对局室看一下。好。今天对阵的双方应该是闵昱婷和顾子豪。对，那这两位也是我们中国围棋非常强大的两位棋手。没错，两位都是世界冠军。对，那闵昱婷是现在等级分的第二位，顾子豪是第五位。都是非常强劲的。对，足以证明他们的实力。现在是拆先拆过了，现在是应该看他们换座位了，应该是闵昱婷掷黑棋。对。咱们既然是 B 组的第九轮，按照我们这个比赛的赛制来说哈。顾子豪前面好像已经赢了一局，对，然后这一组呢就是，前面都是最多是赢两局的，对，那么说就是只要顾子豪再赢一下这一局，那他下面最后一个对手是柯洁，无论他输赢他都出现了，对，感觉我们这个龙星战的赛制还是很有意思的，对对对对，就是从下往上打，对，而且这个就是等于是最终这个擂台最终的保持者和这个连胜数最大的人是晋级半决赛的，没错，那么就是说相对来说就站在最后一位的像是柯洁肯定是占据了有利的地形，他只需要赢一局就能进入半决赛，是的，但今天对于顾子豪来说，如果他能够战胜闵昱婷，他就可以先提前进入半决赛。好，比赛开始了。那我们来看一下，黑棋是一个二连星的开局。二连星，白棋是星小木。然后小飞挂。小飞挂，这是 AI 强调的一点着手。不过好像现在决议是不是说高挂是不是也有了？是。在之前的 AI 的时候都是尤其是 AlphaGo 开始，他大家都觉得是低挂比高挂要好一些，对，但是其实围棋这个我觉得也不用太墨守成规嘛，是吧？对，低挂的时候通常来说白棋就几个应法，就是一个尖一个飞，他实战的是不尖，是第三种应法。现在好像就夹击这些已经是已经很少渐消失了，对，夹击可能会担心黑棋会飞压，飞压可能白棋只要不冲断的话可能会有点局促。是战士选择了尖顶，尖顶的拆，这个是比较坚实的一个下法，对，这样也是更强调黑棋的子力会重一些，是，那么黑棋应该下步应该要开拆，对，跟着硬开拆，对，像这种立二拆三的好型啊，我们小时候学棋的时候都是说哎呀这个绝对不能让对手下个立二拆三的好型哈，对，但是现在这个好像围棋的理论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是的，好，现在白棋手角，现在白棋小飞手角，黑棋也跟着守一个，那么现在眼见的有几个好点啊，一个是这个逼柱好像挺大的啊，一个就是在左边的挂角，是，那刘老师这两位棋手的棋风风格都是什么？闵昱婷是现在因为是咱们的等级分的第二位，而且成绩也非常好，他也是在国内成绩特别好，但是就是很奇怪的是他的等级分虽然很高，但是他的那个国际比赛参赛分还不太够，就是其实是实际的头衔并不是那么多。对，他也有头衔，他是名人战的冠军。然后呢，但是呢，他因为他积分不够，然后去年的世界比赛下的比较少。但是呢，因为他去年就是整个来说，他的整个的国内成绩非常好。那么呢，明年肯定有不少参赛的名额。原来是这样。那刘老师，我们这个国际比赛的积分主要是怎么计算？主要是国家队算的。如果说你拿了世界冠军，就会拥有很大积分。比如说谭笑。自从拿了春兰杯冠军后，接二连三参加了很多世界比赛，是这样算，是的，那所以从这个闵昱婷高达第二位，然后积分可能在他之前还有其他的棋手，可见我们现在其实中国围棋的强手如林，对 对, 对，厚度也很厚，竞争非常激烈，没错。那我们看这盘棋，它是挂角了，显得比较积极。那么这两位棋手呢，相对来说都是计算力非常深厚的棋手，
力战型的。力战型的。嗯。小米就不说了，从小就计算见长。嗯。那个顾子豪呢，有一个外号，嗯，叫恶霸。对。就说他的棋特别的凶悍。是。这名字一听上去，今天绝对是一场大战。对对对。嗯。那现在黑棋一间低加，白棋反加。对，白棋呢就是想，如果说直接点三三哈，嗯，这个好像就显得，嗯，如果是直接点三三，就是就走这个定式，这个显得这边好像窄了一些哈。哦，嗯嗯，那还是想把子力转到这边，转到这边来。嗯，但是有可能 AI 觉得也可行啊，但是从人类的角度，就是总是心情上稍稍会有些不肯。嗯。嗯，然后黑棋的下一手是飞在了这里，这个大飞。嗯，这大飞好像确实很难想到。嗯嗯，我们过去的这种第一感会觉得是不是对这个子发起一些，给他一些压力，对对对，比如说靠住什么，打住什么这种的。是的，是的。嗯，但现在好像是哎，双方都放着不走。哎，放着这个大飞，而且这个大飞呢，其实对这边的他将来在这个下面这一带的发展呢，其实并不大。嗯，因为白棋这个里面有个很坚持的猜一了。是的。哎，这盘棋下的特别有意思啊。啊，是。就是双方各行其色，然后呢，白棋猜三，黑棋继续打入，嗯。对，形成了一个很有趣的很有趣的棋面。哎，嗯。好，哦，这个形状很有意思，嗯，然后白棋又继续脱线，在这边脱角。对。可能棋友们乍一看会有点晕啊，有点头晕。对，因为这个需要处理的棋非常多。现在一看就是双方基本上就是五块棋被分割了。嗯，对，黑棋呢新的这边一个大飞，那个上面那个新的是有个小飞。嗯，那么呢就看现在怎么个双方进行一个腾挪。嗯，对。那看上去因为黑棋在两个角都有接应，相对来说应该白棋会选择比较腾挪的这样的轻灵一点的方式啊。那么呢，这个脱断呢是我们之前常用的一个腾挪的一个手段，在这个局部上来说，就是黑棋这个长也是很比较正常的一个应对。嗯，那么呢接下来白棋打了虎呢，就可以说这个局部就比较轻松的处理好了。对，局部这样的话，黑棋因为这个角上的目数很大，对，应该是想拐进去。黑棋要拐进去，那么呢，白棋呢先不要着急进行，啊，现在他们还没有下。不过我们可以预见到下一手白棋打完应该是要虎的。对，因为局部也是相当于算是一个定式，一个定式，就是，通常是这么定型的。啊，小米下的也非常快啊。黑棋要拐拐二，那白棋这时候不要轻易的先把一路的这个班交换掉，虽然他是先手，嗯，但是呢这交换掉呢，接下来在上面虎呢对黑棋的压迫就比较小了啊，哦，啊，现在他虎上面至少靠压等等都是先手，嗯，将来这边逼住还有什么非点这个的手段，嗯，对，先保留一下，保留一下，嗯，啊，这样定型完。白棋这个地方看上去比较安定，对对对，就是白棋这边已经可以说是已经处理好了。嗯，那么呢接下来就见面这边四块棋四颗子儿。嗯，黑棋的就从局部上来说感觉白棋上这个定型还是比较满意的。嗯，但是这边呢黑棋抢到一个先手，也可以说双方都可以接受吧。嗯，我们看黑棋黑棋就是堂堂正正的跳出。跳出来，嗯，因为这个不走好像被这一尖好像这个子就很难跑了，因为白棋这边有先手太多。嗯。然后是跳出，跳出来啊！白棋就选择了普通的压一个，看看黑棋的应手。嗯，黑棋这时候如果要藏在四路，那么呢，将来一路扳是先手。嗯，那么呢，黑棋这个可能还是要拐吃在三路，算，嗯。对，这样虽然外面的头可能稍微差一些，对对对，但是对白棋的眼位和目数都好一些。对对对对，嗯，啊，对，这个地方将来这个二路一尖。啊，还可以威胁到白棋这块棋的死活。嗯嗯，但这样黑棋跳出来之后，白棋这两个子对又需要处理。对，那么在左上呢，就是在这个角，嗯，白棋就没有脱断的手法了，嗯，因为白棋黑棋是一个小飞。嗯，那如果是仅仅是局部定型，就只能脱了连扳。对，局部定型脱连扳，脱连扳的话，他是不是会担心他打了贴下去？啊，嗯。哦，就是不是那么满意啊。对，那这个子被分割了。嗯，啊，实在选择拖一个，这也是我们好像很早以前这个一个局部的一种定型的手法。对，就是黑棋无论搬哪边它都有相应的手段可以处理。嗯，是一个在这个局面下腾挪借用的一个手法。嗯嗯，这时候黑棋
该怎么下，确实我觉得他应该需要一点时间考虑了。嗯，小米的棋不仅计算快，而且它的力量也非常大。嗯，对，因为这个地方简单的下的话，确实很明显白棋就被白棋借用到。对，嗯，白棋这个拖就是想借用它，其实是很明显，就是它这个二路如果是有个力先手的话，嗯，它就可以进入那个三三啊，点进去，点进去，嗯。那么呢，如果黑棋要走别的，好像我是搬这个。嗯，白棋现在会应该是断掉。嗯，这个黑棋要断啊，这个这样的话就不会比较复杂了。对，但是它会拖进去，一度也非常流行。嗯，是。对，但现在的话。可能就是本身黑棋断这个是挺严厉的，但现在黑棋子力比较多，对，如果简单断这个，是的，不是特别满意，小米选择的是搬这边啊，搬这边，搬这边的话，那可能我们刚才说了，如果说黑棋白棋现在还要打来，打来压过来，那么黑棋肯定就二路拐过啊，将来这个拐是就拐是不到了，黑的就比如说跳一个，对，如果走成这样的话，应该是黑棋还行，感觉还是不错的。嗯，咱们的白棋这个胡子豪下的也是非常的清楚，就是这个也上面不打了，直接拐吃。直接拐吃。假如黑棋现在还要跳脚，那么呢，他可能应该要急打了，也不会是在上面打。在右边的下法就不一样，这样黑棋不能长，不能长。那这个棋型黑棋就。黑棋肯定不太好了，明显不好，也就是说打吃的时候，黑棋要么是提，要么就得粘在这儿，对，把这个断点给补住，没错，嗯，就是因为他如果粘在这儿，白棋点三三的话，他就应该就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特别的手段，对，就是这样，白棋等于通过这样一个借用安定了，没错，活得比较充分，但实际上他提这个，实际上被白棋扳一下。这个这样，这是一个判断，这是一个判断问题。不过我觉得他本来这个是不是构想是白棋点三三的话，这边是不是还有一个冲了挖的手段？对，因为这个区别就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断点，有一个挖，再搬回来。但是这样好像白棋应该也不会怕吧？就走掉。爬一下。爬我现在。对他，因为这个先手，这个是，这看上去以后白的还能再贴先手贴一下，这样黑的好像也没有什么，很难说对这块棋有很强烈的攻势。对，然后因为这边上面爬一下，对黑棋自己也造成了一些损失。是，所以实际上他也没有这么选择。这么看起来，确实黑棋不是很有力，我觉得这样的情况下，那他提这个。就是上面提和这个上面搬这个交换，感觉可能黑的，就是有可能他的思路没有连贯，因为是快棋嘛，咱们这个，他可能之前提的时候是有点想威胁白棋，对，不想让白棋简简单单是，但现在可能一看这个作战，纵使是米玉婷也觉得不是那么有力，对，没有把握，对，或者是他觉得就是如果不提直接接住的话，他可能是担心白棋立下去应该也不会。这样的棋型就是立下去被他挖了棋，对，也挺难受的，也挺难受的，这个也感觉还是得虎，那么呢，就是相当于是提和上面搬的一个交换，对，这样的话，我觉得个人觉得白棋应该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其实可以看实战的进程，就是黑棋拐，黑棋拐了，那如果是这样活成这样，就是像刘老师说的，就这两个对比，其实棋友们可以自己感觉一下，就现在是外面的头还有发展比较重要，还是说这个，六目棋、几目棋比较重要？实战是下成这样，等于是这样一个交换，将来黑棋、白棋这个贴是随时先手，对。确实啊，刘老师眼见的，首先这样，这下面的这些就逼住会更加紧迫，而且现在是有两个明显的大闪啊，就一个拆一个这边拆，那黑棋呢，显然就是变成一人一个了，就是然后别的地方就没有眼见的很大的那个地方，那么就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觉得可以说是白棋应该布局应该是算是成功了，是的。
这至少从人类的角度、AI 是怎么判断的，我们现在搞不太清楚、我们不知道。是。好，他现在小米选择了这挂角这个。那自然这个大厂就被白旗抢到了。对，然后黑旗点这个、然后黑旗还在自己忙活。粘上。对，从这个现在将来这先手压的话，这白旗全部这边都全部处理好了。而黑旗所获的目数是这个角还有这边一点。这目数其实收获并不大。比较有限。哦，下得非常的冷静啊。确实。因为我们看到白棋这个局部其实是已经活的一个棋形。是的是的是的。当然黑棋如果有一天能够粘到呢，本身还是挺愉快的。对。但是等于说其实黑棋对白棋的死活没有任何的威胁。那我们通常这个时候本身是想把子尽量下在离这种铁活的棋远一点的位置。是的，他至少是他现在可能是一个是将来想憋着先手接，对，逼回去。但是你要走到这个时候还早，因为白棋这边全是先手，头还在外头。对，白棋就简单的跳一个。是，感觉上看上去白棋更流畅一些，更流畅一些。因为这边还有先手，黑棋还是有点局促的。那我们看到下面的这个配置，白棋还是很舒展的。是的。这个上面好像这个跳显得就非常大了，对，很诱人，因为双方这个消长的要点。对，就从现在这个局部上来说，因为黑棋对白棋死活是没有什么关联的。如果说自己再去接着跟白棋下，好像心情上稍稍会有一些不太肯。对，如果不走的话，他自身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对，没有，比如说如果刘老师跳起来，对，跳起来，然后白的怎么封一个。不管怎么封吧，不过可能确实，这种，是不是就直接拖？对，因为其实这种棋也很容易落空，比如说黑棋一旦，就是，一旦这样就是做活了，对，那白棋这个，对，白棋这个两边都活的情况下，这颗棋子的效率，对它的能获得多少价值，现在就不好说了，是，所以其实很想抢这个，很想抢的，不过呢，白棋借助攻击呢，就顺便就把这边加强了。就实地化了，也是不错的。实际上小米还是接着飞这个。对的。白棋顺掉一点，这个很舒服、很舒服，很舒服。就是让黑棋压了，白棋顺势贴一下。对，白棋应该是会肯定要贴的，这先手。对。这个白棋的调子非常好。是。我们看到白棋非常轻松的逼迫黑棋一直在贴着这块铁活的棋走。对，而且现在的棋形也不是那么舒服。现在棋形如果要拐的话，就还有点委屈了。还是想能多走点目数吧。对，但是这样的话，确实这个地方黑棋自身棋形对不是太好，将来很明显的就一打一接就出来了。对，甚至是可能白的根据其他情况怎么利用，这边还是有一些破绽。是，现在对黑棋有利的是，就是他这边加强了一手以后，他这有先手位的，将来这边的打入起来可能会严厉一些。对，所以可能我们的米玉婷九段他是反过来的一个思路，他想先加强自身，然后以后可能再深水炸弹打进去，先把拳头缩回来哈。对，这也是种后发制人。对，但这样眼见的现在这个地方闪闪发光，在这一带，白棋好像。这个该怎么扩张或者靠长对还是怎样是就加强一手也是非常大的。对。白棋如果一旦能把这个地方的目数实地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黑棋的实控应该是非常的严峻。黑棋因为自己现在所看得见的确定的实地啊 并不多。是。除了这边之外然后底下就这边空的就是上面的四颗子。看，是选择飞，选择飞，选择飞也是，我觉得还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因为将来这个打弱还毕竟还是存在的。那刘老师这个地方，如果我想把步伐迈大一点，好不好？有可能，但是他会不会担心他是从这靠出来的？靠出来长完是要切断它，反而有破绽。实战是这样。这么小飞的话，我。
估计啊，因为顾子豪肯定应该是觉得自己形势应该是不错的啊，嗯，还是比较顺风顺水的。是。好，那么呢，黑棋应该是没有信心再往这里再跟着硬了。嗯。再硬的话，白棋跟着走，这个将来是越来越大。嗯。再直接就顺水炸弹了，就刚才贾刚这么说的。嗯。啊、哦，对。那刘老师其实这样的风格也是挺让人头疼的，对，是吧？就是我感觉这好像是我的，但他这一进来，没错，因为白棋这边跳了飞一个，你要说自己再去围一手，那肯定不太可能，嗯，是，就肯定是白棋肯定需要扩张，那么你在扩张大的时候，黑棋一进去，那么白棋就反而有可能会镂空，嗯，对，这样的话也给到了白棋很大的压力，是，对，你必须对黑棋有很，就是发起强烈的猛攻，对对对对，嗯。如果被黑棋轻松做活的话，那么之前的这几个效率就对，就看不到了。嗯，反而就是，那么黑棋这边呢，反而可能是变成好棋了，也说不定啊。对，啊，整这个一靠、嗯，对，白棋搬，白棋搬下面是、嗯、应该是想叫，既然搬了，可能下一手就得爬了。嗯嗯，爬，但是被上面搬一下，还是心情上有点不太愉快啊。嗯。是，这如果什么对，对，如果现在再爬黑棋搬一下，白棋应该只能退了。那么黑棋这一出头，将来这边有搭这个形状，好像棋形还可以。对对对，黑棋这地方处理的还是不错啊。嗯，这白棋接下来再去攻击的话，这也不好着手。嗯，啊，顾子豪下棋的时候显得很冷静，嗯、是很有信心。对，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嗯，这样一个棋形，因为这个下面有个托，就是相当于他这边其实还是有点先手，有点先手味道的，就白棋要想去断它、嗯，可能就比较困难。嗯，这样的话确实，这黑棋一旦出头，那么呢，白棋这边可能反而会变薄。对。哎，其实这种棋拿黑棋拿白棋都很头疼。是是，就是反过来，黑棋虽然打入进来压力很大，嗯、但是，现在处理到这儿之后，其实难题就到白棋这边了。对对对，没错。嗯，这围棋真的是很奇妙啊！就是从这个刚才黑棋走了这几步，你看退啊、飞啊，嗯，好像都显得走到了白棋的那个就是活棋的上面，对白棋没有任何影响。嗯嗯，那么白棋在空旷的地方行棋，嗯、从理论上来说。白棋没有任何不满的理由，是、嗯，但是呢，这个在走了两手以后呢，哎，发现又不一定了。对，本来刚刚觉得白棋还是挺顺利的，应该说稍微的喜欢白棋一些。是，那现在就不知道白棋的头绪。对，你如果没有很好的攻击点，那么呢，你自己这四个子呢，也是需要处理了。对，如果是形成一个互跑，那么白棋之前形成的那个。一个模样好像就不复存在了，就是嗯，所以刘老师这样，就是我们事后再来想的话，就不知道白棋这手棋有没有可能对黑棋压迫更强一点？对对，压迫不够，嗯，紧凑一点的下法可能对，那就可能是靠这个，嗯，就如果让黑棋脱不开手，对就好了。对，如果让黑棋在这边脱不开手，然后就算让黑棋自己围，那白棋如果能把这个围上、嗯，那白棋应该也不会亏。对，现在白棋确实是需要头绪。郭子豪选择了这个飞，嗯，下的还是很淡定啊。对，那就是说，可能他看起来对这几颗子啦，已经失去了一个攻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吧。嗯，就现在暂时应该没不好着手。那么呢，相对来说，黑棋因为自己，虽然不易于攻击，但是呢，嗯、他要去对黑白棋这四颗子发起攻击，那他也很困难。对，因为这个地方，白棋放着不走，其实黑棋就对对对、嗯，白棋这个形状呢，虽然看起来薄，但实际上黑棋不好冲击、嗯，因为至少这下面还能过。对，然后你其他的如果现在想要分断我的话，你自己、自己就变成对就有毛病了。嗯，那么呢，黑棋现在就是在这个局部啊，双方都不太好下，那么是不是就得在这边得出牌了？嗯，等于另辟了一个新战场。嗯嗯，确实。那么呢，就是难道是考虑拖的问题吗？黑棋、嗯、黑棋拖白棋是要搬下来吧。嗯，假如黑棋要这么熟的话、嗯、啊，如果说是这边寸土不让、对对对、那我觉得这边白棋可能就要出招了。
白的是不是有这个先手？这个先手，对，感觉它这个也是先手，这个看起来黑棋是有一定的风险。对，比如说我就靠了虎，对，就是、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样我能够确保这个地方我没有卖这个粘的味道。对对对、哦。然后外面黑棋如果已经不太好跑了。嗯。如果虎的话，我就打了扳住。没错，因为他因为这个是绝对的先手。嗯。啊，那么这样黑棋会风险非常大。对，就是说黑棋在这边是不能正面作战了。对对对。只能找一个相对就是退让一点的迂回一下。好，黑棋是选择了啊进角。进角。嗯。那就是不能正面迎战，那咱们就取点目数。是，白棋下的也非常的淡定，淡定啊，就直接二楼跳一下啊。如果说你现在直接尖的话，他应该可能他是有这样一个手段，这样一个手段，嗯，黑的必须要粘上，对啊，这样你在场的时候他就接住了，那这样黑的不行，嗯，但是黑棋也可以通过一个次序防住这个手段，对，就是我们实战。就是谜题选择的是直接并刺，嗯，那么白棋必须要粘，嗯，一直在进角，是，哎，要是这样又形成了一个小小的转换，就白棋这边有一定的子力，那么黑棋的三颗有点薄了，嗯，但是呢，相对黑棋飞尖，白棋的角地也没了，对，哎，不仅是角地，好像这样一看，这个虎特别大，对，这马上白棋居然有死活问题了，嗯。那白棋现在应该在上面马上要出招了哦，所以这个地方的判断哈，就是看上去黑棋也是又捞了一些失控，是，嗯，那可能白棋就是顾子豪九段就想把所有的这个筹码都可能压在以后未来对上面的这三个字，对，但是现在他现在还需要先处理这一带，先要处理这边。假如这一不小心落个后手，嗯，那么黑棋是从这打入开始，我觉得黑棋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是的，嗯，长，这个应该是必然的。对，正如刚才我们贾刚刚说的，这个地方被虎下去，白棋这一带马上就见薄了。嗯，啊，长了爬，这样的话他先把自己走后。哦，那黑棋顶的话。这边顶的话他应该会立，因为这个爬、哦、爬回来没有对他死活立、对他死活没有影响，嗯，会厚一些，对、因为如果下这个眼见的黑的无论是挖或者断，对，这个都被分割开了，对，那立这样，就是刚才爬回去就是假如说这一段很严厉，将来现在这个立完如果黑棋想分段的话他只能是挖，挖完粘的话最多就把这个子冲了，黑棋会不会真的也就是这么选择，对，导师好像这样走完自己也活得厚一点，对，是吧，这样冲，白棋退，如果是走成这样的话，比如说黑的就跟着走，哎，黑棋跟他走，那白棋可能要对这边动手了，但是整体来说感觉黑棋应该是不错，是刘老师，我感觉白棋的目突然、就是、对变得很小，对，就是已经是个位数的了，然后黑的脚上还是有一点，对，黑棋比如说就最没有，现在该白棋，如果对、这个不走的话这边还是也挺大，那就白棋要从这边入左手，对，但是感觉上这样我们之前看白棋有一个在这个地方有很大的势力，很大的潜力，现在就只有这几目子，黑棋还不如黑棋的空多的样子，对，而且黑棋一旦厚了以后我们看到这白棋，白棋会变薄了，是，我觉得这一串好像对，但是就这个地方白棋看起来有点薄，但实际上黑棋要想也要小心自身的问题，对对对对、比如说他将来这个退有先手，这个靠马上就要靠就存在了，对，那么呢如果说这样先手现在该白棋下白棋就太容易处理了，是，所以等于黑棋其实也就是留了一些可能外面的一些味道借用，对，但是直接的这种跨段是不成立的，对，黑棋先冲了一手冲一下，这不冲一下会不会有点损气，可能是在打将啊，对，因为我们这个赛制是10次30秒，对，每手棋30秒，然后每方有10次一分钟的延续。对的。看这个白棋长完爬回以后啊，黑棋顶、顶完后又冲，他应该是在打将。还是选择挖。
这个黑棋这块棋还是要需要处理嘛。对，因为毕竟还是不走，还是有点薄啊。嗯，选择了这，那白棋有可能走这边吗？啊，嗯，啊，反正这样的话就被分割了，就双方一块跑了。啊，嗯，至少黑棋这个打是有先手的话，他这边还是有眼位，对，还有弹性，眼睛啊。你要想破他的话，还得靠你刚才的招法。是，但这样黑棋就顺势出头。现在就胡帅，嗯，这样走完走完，这边多了子力的话，这个弱点就凸显了。嗯，对，好像而且我自己这个地方什么时候被黑棋一点，我的眼位也很好。对，因为他这传完以后，他这几选手嘛，这个黑棋好像白棋确实变薄了。嗯，这个棋突然觉得白棋四面到处都有一些担心。啊，嗯，担心的话，哎，那就说白棋如果不太敢断吃，看上去可能还是得吃外头。对，那就吃外头。嗯，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图不知道，对，不知道对局的这个白棋的顾子豪九段怎么想哈，啊。但看上去觉得如果是这样，这一串应该，嗯，黑棋挺成功的。是。这段黑棋应该肯定还可以，嗯，然后那么呢，接下来可能就要集中这边，对，胜负的关键是，嗯，因为别的地方除了这边就剩这边了，嗯，其他的地方基本都是活棋了，对，这样的话感觉会进入一盘就大家空都不是很多的格局，嗯嗯，没错，嗯，看上去，哎，我看来这个地方这个尖好像很重要，这尖白棋有先手的意味，哦，这又打了接住的。对，就白棋这儿厚了之后，对对，现在应该没有问题了。嗯嗯。不过他现在当然确实暂时，因为黑棋这个虽然他这边冲出来获得了一定的收获，嗯，但同样的他这边撞伤以后，将来这个出来黑棋的死活就会有些问题。嗯。所以黑棋并不是说他没有付出的。对。那刘老师刚刚说这个尖好大，嗯，因为我看其实黑棋尖白棋也有压力，对对对对对，那白棋尖可能黑棋马上也要跟着走。白棋先有先手味道，嗯，这打了一接，所以就是棋友们看这个看起来像是一个可能50手100手以后的关子啊，但其实还是很大很重要的，是一个基锁，嗯，现在我们看是他们实战嗯，实战应该是打外头了，顾子豪，还是觉得不能打里面，刚才应该经过了思考，嗯，对，那么打完外头也就只能接住了，嗯，就没有什么手段，嗯，嗯，因为总之黑棋也不会断这个，所以白棋是没有必要就现在这一带没必要联络的，哦，那就是这样，嗯，那基本上黑棋冲也是必然的，嗯，看一下白棋这样也得走吧，不然被上面打一下，好像还是有点受不了，这还是非常大的，嗯，就藏一个可能还是也是必须的。因为在这个地方如果不藏，现在的这边左手他有可能会落后手，嗯，黑棋可以轻很轻的处理，然后这一打，那么呢中间就反而变成了黑棋的势力，是，对，这个还是很大，嗯，对，然后这白棋厚了，这个地方黑棋确实就显薄了， 是的，但现在就看黑棋会不会这么简单的走，说不定黑棋还是想像刘老师说的想抢那边，那他这个地方有没有可能呢，先手定个形之类的，跳一个是吧，嗯，跳一个是不是就是显得自己就存在防守，嗯，这个是不是对白棋的压迫性不够，就看看我们等级分第二位的小米，嗯，是还有什么更强硬的手段，对，现在呢就是两个选点，基本上就是这个飞是眼见的就很想走一个好点，对，要不走的话被白棋再走过来好像黑棋这一串就不一定便宜了，就嗯是，但是又因为如果走这个的话，眼见的这边就让白棋先动手了。嗯，白棋可能就漏二路是吧之类的。嗯。哦，黑棋还是觉得这一带的毛病还是很严重啊。啊，我看啊，他是不是很担心这嗯？或者就打了粘上？打了粘上。上上接触。然后那我就再挤，关键我得。这里面挤完是可以吃的吗，嗯嗯，不见得也。这里面的死活。死活这可能不一定走得到了是吧，嗯。那，如果他这有一颗子的话。对，其实是，啊。
像是一个打劫火吧。嗯，就是虎白的要打上去。对，像是一个打劫火。那打劫火黑棋也是有风险的。对，也不知道白棋是不是这样出棋，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嗯，白棋就打了、哦、打了挤什么的，可能对。嗯，直接挤吧，就那下还挺损。对对对。嗯。不打的话，可能不一定打得到，有点就是再打就不一定跑了。对，嗯，虽然说黑的也挺，棋形也不好，但是有转换的可能性。对对对，嗯，那就是说白的次数应该是打了几比较好，打了几，对，因为这下其实还好，打了几，可能是有这样的手段，黑棋有所担心。对，他还是选择把自己的棋形下后，然后这个本身也是让白棋这个尖变成了后手。对，变成了后手。嗯，这步棋反正是肯定是非常有价值的。嗯，也很体现他的风格啊。就我们还是觉得，就第一感的时候觉得好像可能这地方需要定型。没错。那这样就是。但是如果黑棋现在。我倒是觉得，黑棋这一串走完后是为了自己再补一个，倒是就不一定便宜了。哦，刘老师的意思就是，如果你别发，你这地方的问题也不严重。对呀、啊，对呀、啊。嗯。现在走完这一串撞一撞，其实为了补这边，那么呢，这边，黑棋会便宜吗？嗯。现在这个段应该是不成立了。嗯。但白棋就打了。冲出来，这好像黑棋应该是不太行的。嗯，这个因为我不能再走完，我只有走这个，被就包进去了。哎呀，活在里面就太委屈了。嗯，就是说我现在断都不能断，断不能断，我只能想别的办法。是。哦。现在他靠这个。嗯。就之前刘老师说的一个整形那个位置。靠这个，如果说黑棋退，白棋退，那当然是就算简单，这飞出来，这个整形整得也非常好。这走完以后，其实也支援了这边，是将来这边还是有断点。对，如果黑棋能很轻松的安定的话，那么白的这个的价值也就变小了。是，靠的时候，我们看到顾子豪是紧凑，紧凑，关注，那么呢？虎一个，这个应该是黑，对，没有可能变。打劫是吗？我觉得可能还是得挡住吧。先看一个这个挡住，因为黑棋是无论是打死哪边应该都不太好，这个地方是不能景气的。对，这个地方相当于是白棋有克子儿。是，那黑棋如果是打在外面，对，然后在这边也走不动了，对，接住这因为气是紧的，必须得补一个啊，气型补的我还挺。对，挺难受。补一个。啊，这边可能还得胡打一下吧。哦，这样。但是这样的话，我看到好像白棋就简单的过来。是。我这个黑棋的分段不是那么的有价值。不严厉，因为将来这一点，其实黑棋自己是没活的。对，那白棋我们看到这个头已经出到这边了，只要把这边处理好就可以了。对。所以黑棋断开白棋是不明智的，对，因为现在是黑棋更薄一些。对，如果他这样吃的话就更不好了。嗯，这样吃的话，眼见着下面一搭就要出事儿了。对，等于黑棋要就是确保自己这个地方是松两口气的。对，不要景气，那么呢，他虎在上面。哦，是这样。虎在上面是一个好手。对，因为如果白棋你现在再粘这个的话，那么我补完，我这个棋形明显比在这儿把你分段，对，被你走在外面好。这样白棋就粘上。白棋接触。白棋接触其实就确保，反正这个也是先手。是。对，但是这个地方死活。对呀、啊，将来这个小飞是一个什么情况？黑的是不是得补啊？黑的。这小飞是不是里面是不活的？哎呀，如果黑棋要补的话，本来觉得这黑棋要不补的话，这跳出来好像很舒服啊。很舒服、啊。要补一个就不一样了，确实是底下小飞是有死活问题的。是，那可能我们这么想，他的黑棋的构思就是说我在这儿定型完，然后瞄着你有个断点。他这个虎的是不是跳到这儿，是不是安全一点？对，可能啊。看上去这个好像还多撑了一点，多撑了一点目数。但总觉得棋形不是那么好。那我们先把这边放，黑棋现在要补的话，白棋这边
点一个是看得见的手段。嗯，点一个，如果黑棋要接住这儿，那白棋就简单这一往上一搬，所以这个黑的有点受不了，这就受不了。嗯，这个棋形不行，那就不能粘，那就要不就这个，要不就这个。对，一般来，对，是吧？他实战啊、哦，实战就是这么下，实战是贴这边。对，如果你贴这的话，他这一贴回来，这好像也虎又先手啊，这虎这样哇，这个也很难受。嗯，可能就该白棋下。嗯，这个黑的一只眼都没有，还特别的重。这个有点痛苦，点也是非常严厉。嗯，那么从理论上，它还是贴住好一点。嗯，对，而且好像贴住棋形也好，嗯，是吧，刘老师？如果再搬的话，再搬它就也可以就胡算了。对，就这些也都看清了。看清了，嗯。那白棋的目标只是为了跑了。对，实战白棋。白棋就打吃。打吃倒是也很简单，就是一个破眼形，一个就把自己全部就连后了。这毕竟现在有个断点嘛。对。嗯，但这样其实黑棋简单的出头也是可以跑了，可以跑了。 嗯，这样可能就是形成一个很拉锯战了。对，但从目数、哦、我们看一下目数，黑棋还是这些目数，这边多了一点，然后脚上会沉了一些。对，白棋有一些零散的目数加上这边，嗯，如果黑棋跑出来，我觉得不用点目啊，双方目数好像都显得很小。对，应该是一盘细棋。嗯，好像，在这一代就是黑棋的处理之后，就我们之前可能不觉得布局，对，白棋可能稍微稍占上风，是的，现在又回到同一起跑线。那黑棋断，断一个，黑棋断，他可能是想活得大一点，有点目数，有点追求。比如说白棋如果打吃，对，那他就接住，对，那他这地方是留着一个活棋手段，对，接住是有活棋的，对。那如果你要再破眼，我再出头，我等于吃了个五目棋，就是还是看重目数的一个下法。嗯，但是确实他为了这五目棋，就是说白棋以后可能外面也会有些先手啊，他其实也不一定便宜。嗯、对，这个、就首先白棋就算打一下，黑棋也不见得会便宜。对，比如说我就打一下，先在这边动手呢，对，这也是一种想法。啊，我看到这个白棋的手势打在这，白棋手势打出来了啊、嗯，打了再冲出来可能是。嗯，这个就和如果成立的话就比较严厉了。对，就是、你要现在断吃肯定是不可以的。嗯，断吃它肯定都在外头，那么只能藏出来。嗯，是，那这个就刺激了，这是要出来的。这下现在黑棋能拐住吗？嗯，我可以记。啊。这边如果黑棋强硬的话，有个接不归。没错。那黑棋这样的棋形，别的也不行，走什么都一样的，这样也不行。对。也就是说，黑棋已经是拿不住这四个字了。对。但显然，顾朝能敢挖吃出来，应该是没有办法了。嗯。有可能是抓住了黑棋的一个毛病。嗯。我们现在看，那这个应该是总不可能回去的。对，这如果再打回去的话，那黑棋这个断肯定就亏损很大了。是，现在确实获得了一只眼，不过这只眼还不如不要了。对，因为现在提白棋还可以走在外面，可能这个马上这块棋的死活已经非常危险，所以不管怎么样，尝试必须的。尝试必须的，那白棋占必然啊，那黑棋好像也没有办法，对，也只能拐。哦，那。先接住的话，他提是不是也不行？哦，确实。这样看上去拐一个，他就搬这个，好像应该不太行。嗯，对，这个好像我们发现很尴尬。黑棋现在，黑棋的气非常的紧。对。哎呀。嗯，就简单吧，简单一点。那已经下到这儿，那我们看啊、就是这样。这样的话，黑棋显然走别的就不能盖住，从这上面全部打死了，那只能接住。对，长也不行，长的话，这个白棋提完冲出去了，对，就粘上是必然的。粘上必然，那白棋也不能提。啊，如果现在再提，他得长一个啊，那黑白棋五个就进去了。对，现在挖的时候可以吃这边。没错。啊，所以这个地方导致双方还形成了一个必然的转换。那就是白棋是应该把它盖进去了。嗯，黑棋后手做活，白棋把棋回来，转到外面做活。嗯，可以预想到会下成这样。对，这样一个转换。嗯，黑棋是活在里头，但是外面四个被白棋割进去了。
对，然后白棋的头也变高了。对对对对对，黑棋不好像不一定便宜。嗯，是。对。获得了四目棋。是。他现在唯一的好处呢，就把这两个提了，就多了一个断点。嗯，是的。但首先就像刘老师说的，就这四个字对可能有可能会成为白棋未来攻击的目标，对 成为一个负担了。对，然后眼见的现在这三个字越来越单薄。嗯，白棋现在走完以后应该要对这三个字应该发起一点进攻了。是。嗯，所以这么看黑棋刚刚这个可能想追求一点目数的这手棋明显不便宜。嗯，不得。嗯、对。但假如黑白棋那个下的不好的话，他可能反而会因祸得福。是，哦，点这个哦，点这个我能看出来他的用意啊。比如说白棋、嗯、黑棋挡上，白棋应该是要尖断。嗯，啊，这个是我必须粘。对，然后他一路变成了先手。啊、哦，一路变成先手，然后这个断点也不存在了。啊、哦，下的还是挺巧妙 的这个点。嗯，是。对，我刚才就是我们说这个黑棋补在哪里啊？所以刘老师觉得就是这个棋形看上去不是那么好。对对对，好像刚才我们说跳在这里是不是可能是一个最好的补法？嗯，现在看起来，因为他可能是要为了目数。对，因为点的时候，黑棋如果是不吃的话，这个目损失还是挺惨重。对，嗯，等于只能并这样子。哦，这个目数，这个好像无法承受吧？这就在别的地方还不知道怎么样的时候，先损了好些目。对，嗯，是从心情上无法接受。嗯，对。看我们走成这样再跳一下，这个将来是才还有半张的可能。嗯，就是五目棋都不到。嗯，对，不到五目棋。如果他挡上，如果是这样定型的话，1、2、3、4、5的时候，这十目棋，嗯，差了五目多，这好像心情上。不能接受，不能接受。对，这不能接受。嗯，但是这样的话，白棋就是等于在这边作战之前，先把自己的后顾之忧全都解决，对对对，而且还多了个硬腿，嗯，有没有断点？是，所以这个不过白棋这步点呢，虽然但实际上它还是有一点损目的。是，就从正常来说，比如说咱们我们看一下正常的是几目？现在它有十目棋啊，正常的话就是就简单冲了搬砖嘛，嗯，它这个是先手嘛，就不成。1、2、3、4、5、6、7目棋这个。差了三目棋，就是这个硬腿值不值三目棋？嗯，就硬腿加联络到底值不值？硬腿加联络，没错。嗯，这个真的很难把握，很难把控。对，因为就谁知道后面这个地方到底会杀成什么样呢？是是是，而且就在这未知的状况下，先付出三目棋。对，这也是很体现白棋的魄力。对。我们不知道就是未来到底是这个他是他得意的好手还是他有点后悔。对。那是真的是有可能会形成一个亏目的状况。对。因为这个棋很有意思，就是如果你这个地方有接应了，其实在这边黑棋反而应该可以闪躲。对对 对, 对, 对吧。但你没有这些交换呢，也许有一天确实战斗到后来这个又很关键。嗯，对，因为白棋自己自身有毛病的话，黑棋可能还要跟你反击啊，跟你战斗。对，现在你白棋一点毛病都没有，那么黑棋只好自己处理自己了。是，而且我想开一点，我这地方已经捞了快三目，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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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这边给你让一点也可以。嗯嗯，是的，还真的很难说哈。嗯，不好说，但现在白棋出招了，这个点在二路，这是看得见的。嗯，那么呢，这个地方白棋要想。黑棋要想憋断的话，就先搬一下，对，靠一下，应该是之前最比较常用的手段。嗯，常用的分段方式。哦，但这样的话，就是白棋搬的时候，就把下面的给我。啊，这样这样行不行？也是有点亏，可能。嗯，这样白棋这个子倒是发挥了作用。啊、哦，在联络上看一下。嗯、从目数上来说，嗯，爬回来。对，那么本身就说黑棋现在这个长是一个明显的后手，对，变成了后手。那么白棋就是要把这个发挥到最大的作用。嗯，那就是打了这样。嗯，那白棋确实还是先手，嗯，收获了一点，先手获利。嗯，对，先手获利。嗯，那除了这个之外，黑的还有什么下法？黑的要不就直接虎，嗯，对，直接虎，白棋跳黑的再打住，可能也是一种。
一起跳出来。但好像这样作战，确实这个硬腿就很有可能有一定的帮助。发挥作用。对，本身如果是没有硬腿，那么黑棋在这一带有一些靠，对，对让白棋至少他这个步棋有先手味道。对，那现在有了这个子以后，白棋已经提前都联络了。嗯，所以黑棋好像直接作战有亏损的地方。但是黑棋除了这边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招法了。因为白棋都太厚了。是。黑棋肯定是因为白棋已经先付出了。那么黑棋必然要让白棋获得一定的利益。对，应该说会选一个。哦，他这个退也是不错的，我觉得。他就等于是阻个渡，他不想让你渡过。那么白棋先尝一下，就是破掉他的眼形再爬回来，是吧？对。应该是要这么下。那这样黑棋再出头，可能是。是。这样就是，黑的说你上面这个地方我有点先手味道，我可能步伐可以快一点。对对对，就至少可以大飞。但白棋就是在这个地方收获了。已经收获了不少目数了。如果就是黑棋要跑，白棋就算简单跟他走，正好拆个二。对。白棋的调子也不错。对。因为现在全局这个地方还有个很大的哇，对，忘了，就是贾刚一直强调这个二路尖特别厉害，确实是。黑棋这个二路尖，好像白棋一下就死活就成问题了。对，就局部已经不活了。就是我如果足够厚的话，没错，局部是不活的。那么呢，现在白棋这步拆二可能也是眼见的。对，那现在等于是又是有两个好点。对，其实如果是现在就是这么下的。对，因为这个地方被逼下来，这个地方太严厉了。白棋这个脚上好像还有很有味道。对，如果被逼住的话，还有点进去的。对，点这个，所以拆二是必然的。那这样看，其实黑的马上尖。不过黑的倒是自己也确实都不是活的，中间比较薄。那么白棋要先动手，就是这过来后。这四个可能也都不太好跑，对，所以现在也是需要他做选择。现在黑棋黑棋没有尖这个，这个好像特别想抢啊。黑棋是飞的这个，飞这个，飞这个就是准备先试一下。这个自己在存，如果中间能存一点目数的话，就更好了，也不错。但是这个飞显然是这个形状会薄一些，对，留了一个。又有一点破绽，这个扳好像已经根本就不可能去断了，这地方还挺有点薄的，还是有借用，还是有借用啊，黑棋是尖，这样走下去的话，但是黑棋很有可能会落后手，到时候，就是这个子，哇，直接走这儿。这样，看来他们俩还是觉得就中央的这个厚薄很重要，对，就到底是谁占据主动，现在这个局面，但是我就是从全盘上来看，这个尖太大了，是，就是中间能围多少是个问号，那这个的话是眼见的，对，眼见的又有目数又有厚薄，这个太大，对。如果黑棋中央不飞尖一个，不知道会是怎么样这个形势。对，这白棋还来，这也不一定来得及走中央。对，现在感觉是有一点，像白棋这手棋也是，好像局面就是变得比较混乱，就中央到底谁能抢先手，好像很关键。没错。这样。那白棋现在因为这扳了尖，它这个段存在了，它不可能自己去接回来。它就中央先走一个，那黑棋还要去断。断的话，这个他强调这边强调这个先手，对。但是断完的话，这个地方外面白棋也有点借用，在这个地方的选择上确实都。但是这个地方一飞，这下黑棋马上又变薄了，有点。感觉黑棋比较重，这样下。对他跳，他是获得了心仪的这个跳。但如果黑的被白棋分段的话，那就是这一带。反而白棋又对又有先手，所以本身这个子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心情想下在这边。是有。因为
白棋是活的，就对，总是不是很想在这个地方。嗯，但这样的话，现在刘老师这个地方的联络黑棋，这是除非你要去断它，嗯，不然的话，因为黑白棋太厚了，这个先手，嗯，从本身的角度，黑棋肯定是连不上，这两个断点、哦、很明显的，就难以两全，难以两全，除非是去直接去靠断它，嗯，他如果点跳这个的意思，是不是就想去断它？嗯，如果是这样，对，断吗？想，很想。嗯，但白的如果就冲这个，也不知道打这个吗？嗯，打您嗯，是不是您能跑吗？打我肯定要跑啊。嗯，应该是要跑。不跑、啊嗯，这个还就马上要顶。对呀、啊。嗯，那我如果不走这个，就只能长出来。嗯，长出来他就先贴一下。嗯。我觉得黑棋跳这个意思是不是就准备搭断呢？哎、哦，没有搭断，没有搭断。嗯，我觉得搭断还，现在我有点难受，这个局部怎么补还有点不舒服。这棋担心什么呢？对呀、啊，这个感觉上黑棋这边做的准备不就为了想要断开白棋吗？是，而且刘老师刚刚说的这个，我感觉黑棋跑完以后，白棋还有点不好办。对。嗯，因为我这两个子棋很紧，马上就要面临被黑棋顶死的问题。你要如果是这样转换的话，那黑棋也就算了吧。而且这个地方怎么走还比较麻烦。对，那黑棋团的这样好像也不值得。这样白的，就是被就顶在这里啊？对，顶在这儿棋形更好、嗯，这样也挤不断。对，嗯，这感觉上。白的没有什么收获，就算这时候不顶啊，他可以再啊继续的威胁白棋，是不是也？反正好像从感觉上应该先想办法要断开白棋，嗯，就战斗嘛，这才像小米的棋风吧。是，而且这个跨段从我们现在这个看上去，觉得还是挺有利的哈。对，嗯，实战他是继续靠，实战靠这个，嗯，实战靠这个，然后正好被白棋把这跳补了，对，这个。我觉得这步棋一下就好，局面就比较清晰了。现在就说他靠的意思本来是想让白棋走、嗯、那么既然白棋不走，那他应该再搬下来。正常逻辑上我肯定是想要这样的，但是这是一个手段，接回来，嗯，接回来，但是很明显黑白棋简单一冲他就连不上了。哦，是的，对，有一个打劫的分段啊、那这黑的就是就等于黑棋现在有一个破绽在这里，就是他在挖的时候可能不一定能粘得上。如果不敢粘的话，那他黑棋这串就没走了，没走到东西、嗯，而且是白棋这边走完后基本就连回去了。是的，这就有点麻烦了。嗯，对，不知道就是为什么没有靠断。其实感觉刚刚靠断的话还黑棋站着应该不怕吧？嗯，对对，就觉得好像白棋之前这个棋形也有破绽，有破绽。对、嗯，但现在把这个毛病给补上，这补上后，而且白棋一下就厚了。嗯，啊，中间的黑棋马上毛病就出来了。对，啊，实战还是这样。对，所以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可能是快棋下，就是以为自己还能再交换两下，是的一个小失误。对、嗯，如果他能靠着一下再搭断的话，那当然就更有利了。是。但现在我们得看黑棋这个地方是需要处理的。我们先来看，现在从局部上来说，这黑棋应该是要接住的啊、嗯，这地方要不然被断吃接不上了。对。那么呢，白棋就简单这一冲，这就是刚才中间跳的地方往前再一冲。嗯。显然就是连不上了。对。黑棋总是联络上有点问题。嗯，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黑棋有没有可能不太好解决？哎呀，他能不能对，能不能让这边有先手是吧？啊、有这个尖先手就行了啊。对，比如如果我粘上啊，这个变成了先手、啊、是。那如果您能走到一下的话，再接回来啊，这样没有问题了、嗯。对，但点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有一些变？点的时候不要了是吧？嗯，对。哎，他真的是你的招。啊、哦，那如果白棋现在点完，他接三路，他那他那个就是高木的地方刺一下，
尖一个变成了先手，是白棋那个中间的断点就不存在，对，这样黑棋就能把这个粘住了。那么呢，黑棋这时候白棋如果损一些的话，对，如果是为了这个强调断点，强调断点的话，白棋可以挡在二路，黑棋如果断次进运，白棋可以兜回去，那个断点还是存在。对，然后这样刘老师说的贴依然，但是你的点是好棋，毕竟它官子便宜了。这步点确实是一个适应手的好棋，就看看白棋是愿意损目还是愿意要。对，还是有点。但从大局上来说哈，是不是大局为重？大局为重，因为你这获得了目数，但是这边被接住了。对，因为这个接又影响这边，就是感觉白棋现在肯定是外面的后包更重要。但是我感觉现在这个形势啊，就白棋就算接住，让黑棋这个尖先手，就算这个断点不存在，你把这个接住，你确实获得东西。白棋这已经出头了，你就获得这个一点目数。对，白棋再把这二路一尖也可以，也可以。是。你虽然这个将来这冲还是多多少少还是会这个还是有些毛病的这地方。对，等于这样的话，白棋还是相当于能够把两个大的走到，对，都走到了。黑棋也就是获得了这边，但是他也损失了一些目数，是获得了付出了一些代价啊，他还是大局为重。他还是想追求一下，追求一下，那么呢，将来黑棋可以吃先手吃，也保留一个二加的手段。对，目数上肯定是便宜了。对，但黑的现在就还是要解决，对，这个断点到底补不补？那现在肯定得补了。那如果说，比如说这样补一个的话，那人家这断次就接不住了，是吧？还可以吃上面，吃上面，吃这也可以，反正都不能接。所以这样看，感觉这个应该还是有失误。有失误，黑棋这个搭有失误，白棋这个挡着二路也比较简明，我觉得。挖一个，挖一个，这个是什么用意？这个是不是有点天外飞仙的味道？哇，这个挖，这挖，我们来看他想达到什么目的？对，因为吃是第一感，是接住吗？这个接住，是要准备接住不？但我这反正是先手，对，没有，就是你不起作用，对，你这还是后手，就是这边这简单这一冲，反正是能连回去的。对，现在就显现出白棋这个都准备好了，你也没什么，这边什么作用都没有。那他不接，还能怎么？还能干什么呢？是，这个总不能往外跑吧？这个跑是肯定不行的，这跑这打这打。这是什么情况？那不能跑，黑的要干什么呢？那感觉上就是逻辑上，刘老师说这个是最有可能的，应该是要接住吧，看看白棋是怎么下。对，如果说白棋冲一个，好像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这黑的还跑不出来，还是跑不了。哎呦我的，黑的有点痛苦，这个棋形下的。对，这好像不起作用啊。不解决问题。不解决问题。挖一个，他可能已经感觉到这个形势有点不妙了，反正是。对，但是你看挖完以后，黑棋迟迟没有落子，就感觉上确实不好下了。他有点，他这个点虽然是个适应手，小手筋，小手筋，但是不解决根本问题，获得了一定的目数便宜。对的。现在就是中间有断点，然后那边有断吃，这个两个地方他很难防范了。对。但如果说挖完没有后续手段，那这一下又是暴损，又是很损的一手棋，他。有什么后续手段？这如果不能跑的话，一下看不出来。是，因为这毕竟相当于是一个，可能本身从局部定性，我们本来是看成这样的。是的，是的。对，那你现在，他如果说挖了能接住，这可能这样能定型。从目数上来说，他可能不亏啊。但是主要是这个不解决着这个断点和这个断吃的问题。对，核心问题没解决。核心问题没解决，所以这个还要。他开始先断吃啊，这也是一个很打僵。他在打僵，对，可以争取一些时间。以小米这种快刀手的风格啊，这边频频在长考，发现没有？对，肯定是碰到难题了。是的，提这个，提一下。现在都是利用30秒在打僵。对，但是现在还是就是摆在黑棋面前的这个问题怎么办？这个断点和这外面的断点。那么呢，趁他长考的时候，我们再说一下这个 B 组的情况啊。就是前面有二连胜的，有孟泰林、许家阳。
现在的顾子豪是赢了一局，对，手握一局，手握一局。那就是说，如果说在相同胜率的情况，那就是看后面的人啊、就是，对，因为后面的含金量会相对更高一些。所以说，顾子豪只要赢了这一局，那他就率先进入半决赛，啊、提前出线。那如果他这盘棋如果输掉的话，输掉的话，那么呢？等于就是，那么呢，许家阳就应该就出现了。啊，对，因为相当于最后一轮是手握一局的米玉婷和柯洁，对，手握一局的米玉婷和柯洁谁赢谁出线，再加上许家阳、哦嗯。是的啊，所以现在等于许家阳的命运掌握在这里。许家阳是希望，肯定是希望那个谁，米玉婷获胜啊。对对。那么呢，就现在如果说是顾子豪获胜，那么呢，最后一局就是。但顾子豪已经出现了。对，最后一局如果是战胜柯洁，那么呢就是顾子豪和许家阳出现。哦、嗯，所以说等于现在许家阳的还是有一定的出现希望，都是对对对对 对, 对, 对。他如果先看米玉婷，对吧？希望米玉婷获胜、嗯。对，然后再看这个那个顾子豪如果跟柯洁的对战，对对 对, 对, 对，会变成什么样？嗯，好，他经过考虑以后呢，还是把他挡住这个。啊、嗯，还是挡住。哦，白棋断吃。哦、嗯，他这个地方是能接住吗？能接住吗？这吃是什么？我以为黑棋是哦，这个反正这杯提了啊，对，提完这边的情况也大不相同，完全不一样了。是、嗯、这个尖都来不及了，现在嗯，是的，他接住了啊，接住了，接住，居然敢接住啊！这是挖是为了接住这个吗？看起来这个样子啊，哦，原来有这个生意啊！看一下，就是如果他藏这个，他是准备干什么？尝这个，就准备靠出来这一分段，确实是确实有点看不太清楚。嗯，那这个紧凑的吃住呢？紧凑的吃住。如果黑棋再粘上的话，白棋就粘上。白棋粘上，那黑棋这样还是有、啊。其实粘上也不怕了，这个，但白棋就粘这个，是不是更？嗯、啊。更有把握，更有把握一些。就你现在只能要断开，只能从这儿断吃，断吃它跑出来。嗯，那么呢，这个黑棋接下来就可能就不好办了。哦、对, 对，刘老师这个好。嗯，这样可能简明一点啊、嗯。对，那就是说打吃的时候，黑棋不能粘这个。不能粘了，嗯。那黑棋等于是要这边的目。啊，他就挖出来了啊，他应该小米闲、哦。那么呢，这个时候挖可能显出作用了。哎，显出作用了。对对对，如果没有这下交换，那白棋肯定想都不想就把你挡住了。对对对对对对，嗯，在打的时候，他可能从上面打，嗯，是，那等于说多了这个交换，如果是这样的话，啊、黑棋可以粘在这儿，对，粘住上、嗯，那就差别好大了，嗯，嗯这都联络了，这个，但是这个地方白棋没必要去挡，啊，白棋一提，就算只能这样，好像我看白棋就压出来这棋，这好像黑了亏好多感觉，这边欠着，嗯、这边也欠着。对，关键好像现在是不可能争得到先手。是的，是的。现在黑棋自己的问题需要解决的很多。解决问题很多。嗯，可能本手还是得怎么联络一下。联络这个联络是不是还担心将来人家这扳还有个打劫？有这样的手段吗？嗯、是有点残酷，现在对黑棋。这个有点麻烦，但是他也没办法，他不能再松了，这时候。对。这个形势不允许他再下缓。嗯。因为现在可以看到黑棋除了在这个地方有一点点的收获、嗯、对很小的一个目数收获以外，上面白棋先手提完，如果说白棋就去抢这些、嗯、那黑棋这一圈就等于没有走到，是吧？对，现在黑棋要，而且自己还留着一点毛病现在。嗯，是的。哦，白棋就二入尖，下的就很简单、啊、很清楚啊，很清楚了。现在顾子豪应该对形势判断的比较清楚，比较清楚了。这黑棋到处都欠着了、嗯、这中间这一带这个战斗我们来看回顾一下，嗯，这、嗯、大飞拆二的时候啊，嗯，然后这时候该黑棋下，对，走了一圈，发现黑棋没走到什么东西，是，然后还给自己留下一堆毛病，嗯，是的，这个战斗可以说是很明显的，对，很失败了，明显嗯，那刘老师这样的话，其实到白棋尖完以后，棋盘也在变小。就是对，我们其实现在可以看一下目数，那个地方十目棋啊，嗯，这地方这十、十二、十四、十五、十六、十六七，嗯，黑棋二十六七，二十六七，这是一二三四五六六目棋，嗯，三十二三，三十二三，就现在中间把这个接回来，嗯、也就四十目棋全盘、嗯、啊，这还有三四目棋，对，四十目强，四十目强，四十目强，那白棋呢？嗯、
而且是四末一二三四那九末，嗯，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九八号就这边步数好像挺多的，对，这边也有十十一十二十三十这十三目吧，嗯，十五的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二十二一二三四五六七，二十四一二三四十五十，这有二十目起，这边二十目，这九目二十九，嗯。加上这四十多目了，已经。啊、哦，这样的话，已经天目就，嗯，有问题。有问题，随手打一下。嗯、是。而且黑的如果吃白的粘，这以后这一冲，好像这边的目也差很多。啊、哦，这一粘的话，就算你牵手顶到啊，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三四十五十一十二十三十二十多目了。嗯。从目数上已经有点不太够了。但是这个现在也没办法，对，就黑棋这中间好像全没几乎没有说什么，而且是帮白棋自己存了不少目数。嗯，本来就我们把它拿走，那时候白棋是一个尖顶一个拆一，嗯，黑棋这边有个第二拆三，虽然是没什么目数啊，对，从白棋掉在二路开始，这个局部一看，真的是黑棋亏好多。是等于白棋这边长了很多目，然后上面的拆二抢到了、嗯、然后之前我们说的这个一直特别重要的一个棘锁也被白棋抢到了、嗯、是的、嗯、那黑棋现在只能吃回来，嗯，黑棋等于没有走到什么东西，把白棋把这个接住，嗯，然后这边刘老师说对有个打劫他就吃了，嗯，吃，这棋这可能还是接住还是挺大的吧，嗯嗯，本身有目数加上厚薄，对外面还是有断的味道、啊、他把这个先挡了，以防被黑棋不小心拐了是这个是一个先手嗯，因为全局黑棋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再长目的地方，对，我找不到长目空间，因为中间白棋两个头在这儿，黑棋是不太可能围出很大的目数，嗯，结束。嗯，那除了那之外，其实可能就是这些官子。啊，这个是肯定是黑棋的先手。对，就黑棋的权利了。黑棋的权利，然后呢，这样就是中间，黑棋把如果把它扳住，那白棋头在外头、嗯。对，就这两个头，黑棋是不可能对能同时封住的。而且他这头封不住，他有扳，但是还是有个打劫，还是存在、嗯。哎呀，这个太痛苦了。对。我看黑棋现在是把这个挡住了，哎，这个妙招是不是这个伺机啊？嗯，胜负手的味道是。那白棋可能就往中间走一走就可以了吧？白棋就确保你别被黑棋能够把这个眼给卡住就可以。对，就是咱们说这块白棋啊，这中间有个挤的手段啊，啊，这个就比较简单了，这个扳先手没有问题。嗯，对，你一挤我就可以争死。对。哦，那这样的话，黑棋确实没有长目空间了。嗯嗯，没有空间了。现在就中间也不可能成目了。是、嗯，中间黑棋还是说不定还有点薄。对，所以还是整个这个左上这一战，黑棋损失比较惨重啊。现在开始收官了，开始收官。你看中间成不了目，那就叫上抢关子，抢关子，二路扳一手。来、嗯、扳这个。准备扳接，这个不接掉吗？这逆收大不大？一二三。这个接掉的话，可能它马上逆。哦。这个也大。对对，如果你不接完不逆的话，还不如先保留。哦。你接完逆的话，将来被白棋一虎，好像挺大。嗯。那他是选择收、哦。这个安全一点，以防他挤的时候扳不到。是。这个显然就是安全运转，对、嗯、也是经验老道，经验老道，确实是不用给自己增添麻烦，万一是，而且是绝对先手嘛，对、嗯、他这个怎么接住，这下白棋彻底放心了，彻底放心了，最后的变数提前的给消除、嗯、哦，白棋没有跟着硬了，白棋先这个啊，先这个，那这个应该黑棋要硬，这个都是先手这一段肯定就出问题了。嗯，那黑的也是面临选择是硬在上面，还是说从这一段、哦、这地方有个搭、啊，而且，嗯，那是不是什么小尖之类？黑棋要连回家肯定没有问题。嗯，就是怎么连？怎么连的问题？嗯，
就贴的一个。哎，这个贴着练，这个贴，我的第一感是在这种地方。是的，是的。嗯，但这样这个地方差，有可能差两步棋，差一目吧。啊，有可能差两目，最多有可能差两目，对，然后至少差一目。嗯，所以这手棋也体现了黑棋的态度，是吧？一目他可能这地方还不能松气，是不是？都，嗯。但是尖到这好像从感觉上是正道吧？对，因为这样我确保了，就是我这个地方不会再有断点没了。错，没错。现在我们看黑棋贴在这儿以后，这个地方感觉没有完全没留有完过。全，就是黑白棋这种长都是有先手味道呀、啊。嗯，嗯。这个地方就不太明白了。这但是无论怎样，黑白棋也没走，白棋就挡了，好，又挡回去了。白棋就简单给你收官了。嗯。黑棋接住，还、哎。哦，黑棋这个得对，撑住。现在走别的被白棋打拔，白棋一个个走关子，好像都不太行了。嗯，现在主要黑棋的任务比较难，就是他为了拼搏嘛，中央的后保肯定是不能管了。没错。嗯，但刘老师刚刚说的这个断是眼见的呀。对，他长完以后，这断就存在了。然后那不走的话，这边靠也存在。对，这不好交代啊，这个。对，那这样只能补这边了。这个断是没法防范了，已经。是，你看看。我看这个白棋故事，双方棋手，我觉得这时候都应该心知肚明了。嗯，是，就是黑棋下的都非常的撑，对，白棋都，白棋是特别的稳，对对对，嗯，刚好是步一步个，为营，然后就威胁到你。但我们可以看到，确实，当你的棋就是下的刻意的撑的时候，其实反而更容易露出很多的问对题。对对嗯，对，比如说我扩们展刚刚更大说，觉得黑棋这样其实是两边应该没什么问题的，但现在有了这个之后，刚对，刚马对上刘这老个师靠说就了，这熟有悉一靠。这个黑的虎白棋一顶断，了。就是眼位就不够了，是的。就是说还必须要。啊，尖，这个，这尖，这冲完这边又有个几段嗯，是的，就黑棋现在问题更多了。了。对，问题更多，而且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就算全部都走完了，那目不够了，对，这个是最大的问题。是，等于黑棋就是为了这个一目半吧，为了这个一目半也没要错，没错，也要半。拼搏一下啊。对，那现在我们看这个虎被顶不行，对，只有要等尖，尖回来。那么呢，这黑白棋再眼冲见一的个，有一冲。冲完就是这个几十先手，对吧？它马上就可以几段。啊，那这块棋活了吗？这块棋，这块棋反正要活也得脱层皮吧。嗯，活不活的，就这个先手，可然后能这现个在，有一个虎的先手。对，我觉得啊，对黑棋来说，因为他这个先手、这个先手、这个先手是吧？然后走完一立，还是不活，他还得就这个算次还是序不得活。怎么组织一下？我觉得黑棋就希望白棋来杀，杀完的话，黑棋活能活出不少目，这可能是一种争胜负的态度。是。其实现在白棋啊，就算真的不杀，就是最简单，就把底啊，下给打打拔最拔，简明了，让你自己是，当关连回家。也不错。对呀，他这个目数上，他白棋是领先的。对，而且如果说打拔是逼迫你回去，那我们看到黑棋这个地方为了争反一而不目得半，对，付出了下面的这个打拔，其实是得不偿失的。但是以恶霸的这种性格，会他可能，轻易的放过你对对对，他如果计算清楚了，他应该是。吗？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好像白棋稍微做了一些思考。就。如果现在这个形势，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朗，是白棋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对。那现在，么呢，如果说黑棋输了的话，是不是就这个搭会成为一个败招？就是在我们看来哈，对，哎呀，还真的是哎，还是刘老师的这个安全运转，安全运转，因为他刚才如果几段的话，对，万一被活出万一被目，活出目，你看一不小心啊，他这个还是先手嘛，几完哈，他这先手，这也有先手。万一被活出目，那么呢，白棋都是自己成为当官了。对，没必要。现在既然我知道自己的目数一定是领先的，我也就不需要去非要吃你一块棋。让黑棋自己当官连回去，这黑棋是最痛苦的。对，这样我们本身给白棋点五目的话，现在已经是，多少三目棋？对，又长了三目。
所以现在的局面，其实黑棋要想获胜，就只能寄希望于白棋出失误了，就是在收数的过程中，如果是正常的目数的，对，这样应该是不够，是不够的。这个贴也是应该是最撑的一个下法，确实，就不走的话被拐一下很难受啊。对，那这样等于黑棋就是说我这个做活跟连接，这样的话就是就算他走完后，他这个顶是先手，也能做活。对，那白棋也就虎掉，啊，哦，没有虎力，意思你活不到这下。对对对，他还想再虎了杀你呢。嗯，哎，是的，结束了，啊，他全部都因为这个不走被他先手挡一下，这个目数又目差很多，目数差好多。对，他就现在白棋先手能递到这个，因为黑棋因为。当然这个可以不走了，不走的因为目数比较大，现在本身黑棋就目数就不太够，他就全体都撑住。是，诶，那现在有没有可能有可能要杀啊？现在好像最简单的就是对啊，这个是怎么活的呢？这个也是就这几段，对，这就无所谓了。粘哪个粘哪个无所谓，但这个应该对这边应该没有问题吧。对，不妨碍断这个猴被一团呢。他是不是可以啊？对，给大家看一下，就看上去白棋通过这些准备，让黑棋这个地方，但是要注意白棋现在自身不活，然后黑的如果是先动手，先动了就没有用了，就死了。但是这时候有个单击，这样白棋就有点，白棋好像白棋要杀确实，对这个黑棋意外的很有弹性，这个棋，因为现在你要打这个，它是做劫了，一个做劫，如果是你要走这个呢，他打了一些是个结，接住了他立先手，他在用力了，因为这边我们看他扑嘛，白的你搬一个也不行，那我们刚才是点也不行，那么这个呢，他也可以单立，对，因为现在刚好白棋的气势、对对对，紧的较着的，对，哎，这个挺有意思的，等于是暗藏陷阱，对，就白棋注意，就看上去，因为我们看黑棋无论是怎么样先用掉这个先手都不行，对，先用掉反而不行、你先立的话这两个一人一个，你先尖的话、走完后再接反而也不行，是就是妙位在于先保留这两个先手然后单击，单击、那我觉得这个是黑棋争胜的一个，对，他活出有至少有目嘛，对，而且白的还少这么多目，还能冲掉点目数，对，所以说这个地方不过他这走不走倒是不重要了，对，对于黑棋现在就很期待白棋最好是忽略、这不走好一点，他是不是可以接到这里啊、会不会好一点，嗯，还是不行，就是好像白棋的下法太多了，直接断 就是不要交换，不要交换，就这个就算黑棋拱走到了、就硬一手，那我再你再走他也差不多也一样、我觉得白的还是就算了吧，放黑一马、放黑一马比较安全、我们看现在就是黑的顶在这儿，黑棋顶，那白棋是不是就算了、对，我觉得小郭这个时候一定要稳住、就不要冲上去，这个我觉得赢一盘棋真的不容易啊，处处是陷阱，处处是陷阱，所以黑棋现在白棋要强杀自己，有可能真的损很多目数。对，我觉得这样哈，一下子这盘棋就有变数了，因为黑棋挤在这儿、如果白的不敢开劫，黑的是活得很充分的一个棋形。对对对对。而且因为这地方就已经少了好些目数了。是。所以白棋其实他如果没有交换这一下，反而就是会说明他的思路很清晰，他就是要粘的。不过现在很明白，就是现在你交换也不着了，就要这一冲一打已经火了。嗯，是的。所以他现在也是只能接住了白棋，对，但是我们现在是一个旁观者，就非常的清晰。这个作为对局者，就经常会在这种优势下犹豫，吃还是受控，吃还是受控。我们现在看这个白棋的选择。他显然应该是碰见了难题了，我觉得他好像思考了一些时间。或许。算了，稳住了，稳住了，稳住了。是，这种就很犹豫，到底吃不吃呢？那现在如果就正常的话，如果你这不病完走完，他几千手两目活，这样黑的应该也不太行。对，这样等于
这一串目数上没有太大变化。对对对，因为黑棋只剩下两目棋的话，这白棋是无所谓的。刚才是冲掉的话，这少两目，然后黑棋这变成了四目，其实一来一去差了那个四目棋。这四目棋可能会影响胜负的。对，黑白的这地方也少了。啊，那现在这样等于就必然了，就必然啊，那就算了，就接住算了，是吧？对，黑的左火应该是这样吧？对，这样接住。啊，是的，是的，黑的左火，小米给对方上了一个陷阱，这还挺有迷惑性的，有迷惑性，这挺有意思的，这个对。因为我们如果是当题做的话，那肯定会看到这一计，没错没错，但是实战中也许就有可能忽略。这两位世界冠军看来对这个变化应该都心知肚明，我觉得是的，是的。那这样的话白棋抢到先手就继续在中央定型就可以了。对啊，冲这个。目数上跟刘老师刚刚判断的没有什么差别，对，白棋这个地方还长了一点目，黑的撑住这个地方，黑棋撑住这个反线就刚才就多撑了一目棋嘛，是，对吧？他这个几先手，对，这边呢他就两目棋，因为他贴着本身就会有点目数，是的，其实也就这样了，对，而且将来是这个地方挤完以后呢，他接回，假设如果让白棋这连回去，白棋这边还有多两目棋，是，而且现在看上去。白棋是很有可能这个地方还会长目的，就冲一个就看你的怎么硬了，你要虎断的话当然就是另外你就损目了，它这个都是有先手，是，但是你要虎到这边的话它显然就可以连过去，对，它就是虎，是在虎了这边，团一下啊，这都是很舒服的。哎，这地方好像之前我们就说这地方只要有气景的话这有个扳的打劫，是，那现在不知道白棋要不要再追究一下黑棋的问题啊？有可能啊，你恶霸，现在白棋全局很厚啊，这边都是劫财啊。对，这都是免费的。免费劫财。包括这边也有一些劫财。啊，这下的太好了，我觉得。关键现在黑棋很痛苦，这个，如果说这么接的话啊，这长先手他就接回来。对。就等于白棋长完先手再长先手把这一冲好像就没有大官子了，这个棋已经没错，但如果不忍的话，不忍好像没有办法吧，对，哎呀忍不下去了，不能忍忍不下去了，不能忍，这个因为确实走完后黑棋一目都没走到了，是全局没有目数了，是，但刘老师好像白棋的免费劫财也很多，太多了，这个上面对，这边也有劫，这个可能只能说是一个心情，一个心情。那白棋开劫了，这下好像感觉是离这个结束不远了。因为这个劫对白棋来说比较轻，不太重，就是说是未来是可能这几个子被含在黑棋的嘴里，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边的劫财，这边都很明显比中央要大。是，那现在黑的也没有办法。对，那总是要正面打劫。正面打劫，回去把劫贴回来。那就开始进行个劫侦。对，全局黑棋有劫财吗？全局黑棋就这个应该不是劫财，它只有先手。那如果这有先手，这边也所以都不是劫财了。白棋是明显的一个、两个、三个，劫财是显然不够了。对，不能打损劫。是。黑棋等于只有这种本身冲一下之类的这种本身劫，这冲一下也很爽啊，冲一下打了劫提光了，是的，总之黑棋先提劫，看白棋长哪个，是免费劫财，舒服，这提完后好像黑的已经很难找劫了，这找什么都是损的，冲一个也不舒服，反正冲一个也是损的。我们看看吧，看看黑棋怎么办。应该说黑棋的问题就还是刘老师刚刚说的，出在左上。是的。左上那一带，中间吧，中间这个战斗。对，这一战之后就是后面的收束，因为差距比较大，相对来说，所以主要胜负出在前面。对，这个地方就中间那个战斗，尤其他点了，他没有中间靠短，是靠在上面。从结果来看，亏的太多。
黑的挖了一个，挖一个，挖一个，也。你要断刺的话，他接一个，还有一个劫财。嗯，问你一下，问一下，嗯，看看白棋是拐在二路还是怎样，他会多。多一枚劫，如果你拐在二路的话，相当于我多了一枚劫。嗯。哎，但是都没关系了。嗯，白棋就是硬住，白棋就硬住了。对，嗯，因为我们刚刚数过，白棋就是不用任何思考的这种免费劫财就有很多。他这样的话，黑棋如果不损的劫就只剩下一枚，也有点损，其实就是扑一个。嗯他只能接住这个，对接住这个也他对，就是说冲还是接，这也有点损，这个已经不好找。我们看白棋现在就黑棋踢劫啊，白棋这个就是免费劫财，是非常的舒服，难再找了。对，那黑的找什么呢？靠一个，这个还是劫财，是，对，这样刚好是能挤住黑。白棋，嗯嗯，那白棋反正就跟白棋硬了，这边白棋自己还有劫，嗯，哎，这个不一定是劫了哈，应该是劫。这黑棋接住后，白棋先手完还能连回来嘛？这个对，这白棋就硬上就行了。对，嗯，这就最简单了。嗯，是的。看一下白棋，黑棋肯定是要提前。白棋现在是挡一个吗？还是挤上面？嗯、都可以吧。对，你挤的话，黑的吃上去，吃我提啊，是不是？对我又能多一枚劫，其实挤一个也挺难受的啊，就是挤、这个很难受啊。这黑棋也只能打吧？对，这总得打吧？这样粘回去就欠了一个这么大的棍子。没错，没错。嗯。是，好像这个挤一个太难受了。嗯，但打吃又多一枚劫啊，还是得打吃，还是得打。对，这个。但是现在白棋提黑棋就不好办了，因为这个提不是劫财了。嗯，其实他先手长一下，这边都连回去的。哦，对，然后这边也是连的，等于就是对对对，不会关系到白棋的死活。他本身劫只有这么一个，加上损劫了。嗯，那黑的就剩这一枚了，要么就是损劫。没法打了，我觉得已经。对。白棋还能接啊。是。接完后之后黑棋只会越来越痛苦啊。对。而且白棋实在不行，这种劫也可以。都是。嗯。这样也是刚好一枚劫。看一下黑棋的。冲这个。啊、冲。那就提接。那白的一粘。粘上。嗯。对。应该说还是要轮到。还是要轮到黑棋去造劫。嗯，是的。哎，黑的没有提劫。哦，白棋提完，黑棋应该就不想再忍受折磨了。黑的是挺中，对，就相当于是挺中认负。哦，那我们现在就是看到双方正在说中央的问题。对，嗯嗯，看来中腹肯定是关键。这个是什么？我看是不是有说想贴的棋形？哎，这是在。我看看他们啊，我看也是觉得，好像黑棋觉得就是啊，这一个棋我看他说完，他现在想飞这个，好像刚才跟我们说的那个，对，就是在说这个变化，然后打了几什么这个做活的问题，对，就是黑棋可能也觉得之前自己淡淡的退一个步，没错，效率不能满意，然后首先是在探讨就有没有可能可以脱先，是嗯，补在外面，这是一个他们正在。讨论的问题，看来就是米玉婷九段也觉得就之前的进程不是那么满意啊，说是个飞是不是？对，我们也是现在在猜测，感觉也是白棋觉得好像飞有点松懈，就是被黑棋洗进来。就是看来他指了一排二路，说你这个往那下面走肯定不太好的意思。对，因为我们看到顾子豪拿起了飞这颗棋子嘛，然后又在这一带，就肯定是对这个这一串的进程不是那么满意。我看他们复盘的也差不多了，要不我们对，那我们就是也稍事休息一下，让我们把棋子整理干净以后，给大家重新的再去把这盘棋梳理一遍。一会儿见。好，一会儿见。
好，欢迎回来。那刚刚呢 ，B 组的第九局，顾子豪九段是直白中盘战胜了闵昱婷九段。那现在呢，我们请刘老师啊，带我们就是重新来回顾一下这盘棋的重点。好的，那我们开始吧。好。我们当然在开始前也首先要恭喜顾子豪率先进入半决赛。对，是的。这盘棋呢，顾子豪呢，就是从整体啊，刚才大家也看到是发挥的是相当的好。是的。上来的开局呢，双方还是都比较的正常，对，中规中矩啊。对，现在我们开始说这一步棋是非常大的对，还有这边的挂角这两步棋都是可以选择的，但是相对来说这边好像更广阔一些是那么呢，他实在选择了挂角。对，然后接下来从黑棋的一间低加开始形成了一个有趣的棋形。没错。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如果点三三的话，这边就子力好像就显得比较窄一点。黑棋的那个势力范围在这边，可能呢这样的话，就是对那个白棋来说是人类棋手肯定是不太乐意的。就是不知道 AI 会怎么想哈。是。我们实战顾子豪是选择了这步棋。反加。反加。然后可能过去我们会觉得黑棋普通是搭住，对对对对，然后现在因为都是搭住和将来是白棋有一挖或者长，然后就是取角的手段，现在呢黑棋这块的后势呢，因为白棋这边有个坚实的拆一，它的后势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是很难说的。对，既然如此，搞不清楚的情况下，咱们还是以取地为主。是，那黑棋是大飞，对，这不大飞，但是。还是挺有意思的，不知道就小米是出于什么考虑，出于什么考虑，他有什么样的构思？就从事后来说，就是这个地方白棋的拖断就是出了非常好，对，就他先走这个，然后黑的又打入，对，如果说现在说，假如黑棋要扎这个钉啊，防止这边，那么呢，白棋可能就是拖这个是吧？一个拖了连扳，拖连扳，这样的话就是这边的。处理的也非常好，这边就重新处理了。对，然后实战可能打入也比较符合他们两位力战的棋风。没错，也符合小米的棋风啊。我堂堂等级分第二人，不能被第五人给吓到。是，但是呢，这步拖断啊，我觉得是下的是很多手段是希望就是爱好者们可以借鉴一下。这地方，假如你要是立这个那么呢，好像最简单的这边靠这个好像黑棋就不太好处理了。是，这是大飞，你就是步伐迈大了以后，没错，就留下了破绽。对，你要这样的话，白棋是不可能去以这样的手法。是。那么呢，就是如果打哪边，反正就往哪边藏。接下来黑棋还是不太好处理。对。所以它这步藏是比较普通和正常的应接。对，应该是局部一个正常的应对。对，但是呢。白棋呢，通过这个断，然后进行一个弃子整形。是。当这边是大家一定要学习的一个地方，这地方不能轻易的搬掉搬掉黑棋，拐掉。那么呢，虽然是获得先手，将来这个地方呢还是有死活问题。再虎的话，这边都成为后手了。是的。现在因为是什么？你不担心他从这边来，这边来你这边先手这一尖，对吧？这都是先手，都是简单这一尖。黑棋这个时候就不好跑了，是。然后下成这样的话，就这个子马上要处理。对。所以可能刘老师就觉得，如果是预见到会有这样的进行的话，黑棋之前的大飞的优点到底是会怎样？是吧？对，就比如说值得商榷吧，反正。对，是的。那现在白棋安定之后，黑棋是跳出。对，就是我们。常规来说，大飞呢就是步子迈得宽一点，那对这边会有一些的影响。是，但是呢，你步子大了，那肯定是这边会差一些。有得必有失。有得必有失。现在的话，就是眼见的上面这条边的发展好像没有那么大，并不是那么重要。然后白棋就简单的压一手。对。然后再拖。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再回过头去看的时候，觉得好像布局白棋是比较成功的。是，至少把那个局面给打散了。打散完了，按照我们的常规的思路的话，就是这个贴木就会成为黑棋一个很重的负担。是，七木半。这个地方刚才我们也给大家说，无论搬哪边，白棋都有相应的手段。那么呢，如果是直接脱先呢，是不是可以考虑的话，黑白棋是不是会就把这个加掉？那这样可能黑棋就。
顶一下。对，那么呢，这两颗子啊，就会显得比较孤单了。嗯，本来是我们刚才说的是一二三四五啊，对，都需要五块棋，大家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战斗局面。现在呢，变成黑棋自己单方面的，是就从心情上肯定就不太好。对，所以黑棋需要就是在这个地方，强硬一点的。强硬一点，实战是把白棋分断开。对，哎，这步拐师下的是非常好，非常好，按照我们以前的定式啊，拐师完好像黑棋都是单粘在这里啊，是的，然后白棋再点三三进角，成为一种转换啊。那么呢，我们看，就是如果是下成这样的话，对，这样一个定式，我的，白的可能黑的可能还是同样抢这个，对对对，那么呢，现在如果可能白棋还是要逼这边，这时候再走这个行是不是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心情了？对，因为这对白棋来说，你提完它都是活棋，是，就说现在如果这边白棋少了这个头以后，黑棋这边会处理的更轻松一些。对，相对来说就是现在就不太好下的地方 AI 都告诉我们可以脱线。对，你比如说抢抢大场，或者就是脱了班，是，就是运用一些常规的手段。对，这地方白棋要想攻击黑棋呢，那也还早。是，他只是说借助攻击能自己获得一些利益啊。是的，但是你要说把黑棋攻击得很苦，那是绝不可能的。但实战的进程其实就等于这个图提的时候搬。对，搬。那我们可以看到跟这个图相比，就是白棋搬和黑棋提做了一个交换。对，这两个交换这个孰优孰劣的话还得看后面的进程。但是从我们现在就是说人类就凡人的眼光来看，感觉上黑棋应该是亏的啊。我们从我们的眼光说，因为说白棋到现在不着急压了啊。这样但是这个将来是随时都先手，他有可能这边有子的时候他还不一定会压这个。就算是走成这样，他这边有子还能打了冲，等等借用。如果说你拐的话，那这个地方就太委屈了。对。而且这个其实是很危险的，这将来一个子打了接，这个是麻烦的，很现实的问题。所以说他如果先压的话，可能黑棋只能忍。是不是得忍住忍住，他就多一个断点。对。但这两颗子的帮助已经让白棋就是再逼过来的时候显得严厉了些，对，力道十足。因为黑棋这个地方暂时是交换不到的，对的。所以现在的话，等于这两个好点，对，一人一个了，是，就是从常规啊，以前我们都是可能这地方需要拆二的，但是这个地方实在太大了，这个地方对，就非常想抢。就相当于刚才布局阶段我们说这有两个地方很重要的地方，那么白棋就相当于先手把这边给分割了，回头又抢到这一点，那么呢白棋的布局肯定是成功了。对，所以黑棋也是抢这个抢这边，那么白棋必然是要逼这边。对，但被逼住之后就显现出之前这下交换的亏损。对，那么黑棋因为这个有了一颗子，毕竟对他的压力就大了，而且这边还有先手嘛。对，他实战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处理，但是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出来，就黑棋这一串的效率肯定是不高的，肯定不高的，因为它这个地方是攻击的白棋的活形上，而且是非常铁的一种活棋，是，从心情上好像从哪方面来说都不是太愉快，这时候黑棋，对，然后包括局部的棋形，这个呢效率太低，断完呢又留下了这个打了粘几段等等的，就最简单的将来白棋这上面一搭，这黑棋都还得再跟着硬啊，这个太难受了。是，所以布局应该说黑棋是有所亏损。就是我们的认为啊，就是走到现在应该白棋应该是顺风满帆的。然后第一个小的转折点就在下一手棋，对，就是这次不飞。对，这个从实战来看啊，这不可能会温柔了一点。对，就是如果局部能够更紧凑一点的话，双方都顺势为控。对对对，应该说白棋会更加的。我们就打简单的比方。那是不是会担心会拖呢？如果说简单是这样的话，那么这地方还有打入。这个打入还是很严厉的。是，假如黑棋无论是要走在哪里，还或者是跟着白棋围，那白棋是非常欢迎了。对，就算他不走这边吧，或者这样是不
打入这个能不能考虑？嗯，是，就另外一个思路，通过双方对跑，对你如果要跑出来，他这先手，然后就往外跑，你自然就进不去了。嗯，是。因为实战我们看到这个飞呢可能对这个子的压迫比较小，嗯，然后机敏的芈月婷马上就深水炸弹打进来。 这个确实对白棋有很大的考验，因为你一旦攻击不好，那有可能就这一系列的就不见得便宜了。对，那从后续实战的进程来看，也是好像简单的黑棋一个碰了退之后，对，这个下得很好。嗯，这白棋很难受啊，因为这长将来这一拐就活行了，就有拖。对，你如果要防止黑棋拖呢，你还得爬。是，但是如果你要搬上面呢，它简单这一退，接下来这个形状也不好。对，你走别的，它这有个搭，而且明显还是能拖回去。是的，这地方这个靠非常好的一个手段。对，就暴露出了刚刚白棋这个小飞有点松懈。对，嗯，然后我们看，如果下到这个时候，会觉得。白棋就是这一串把自己引向了一个比较困难的，就相对更难一点的局面。对对对，就像变复杂了。就本来好像白棋这边把这全部拿掉的话，这时候该白棋下。对，好像当然如果说自己补一个可能是不太可能。是，可能刘老师说的这个顺势的调子会更好。顺势的调子，就是看要去用一个什么样的手段。但是他这个呢，就是有点中途半端的感觉哈。对，因为你走这个黑棋应该不会跟着你硬的话，你跟他走。那只会越来越大，是。那将来真的是还有需要这么靠？是的。好，现在走完后，白棋因为不太好攻击，那只能转到这边，不然的话，白棋就更什么都没走到了。是。那这样的话，黑棋也是预见到了，就是正面作战比较过分。是的。实战是一个清零的转身。那可以看到，在这一串的定型当中，黑棋还是在时控上。获得了一点的收获。对，关键是这几个子还是处理的比较好。对，现在因为它这上面明显有个搭，这个形状非常好，不仅出头，将来还产生了一个搭。对，然后马上这边虎下来严厉。是这样摆的是怎么成这样？那下到这儿的时候，应该说黑的整个这一串的打入是比较成功的。显然是因为白棋都把白棋压到二路去了。是。白棋现在你看可见的目数就是六目棋。黑棋这边已经有六目棋了。对的。就是从目数上来说，其实白棋这边已经跟黑的是差不多。就是现在就是黑棋有点薄，就这块这边有点薄，这个有点薄。对。那这个时候可能黑棋的处理上，就是实战的下法会有点矛盾。我们刚刚在复盘的时候也看到了，是，对，他们往手是往这边点了，对，再往这边点，对，尤其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清晰的看到，就是黑棋把这个子拿下去了，对，说明他这先冲了一手，对，还撞了一棋，对，这不应该是一步打将，对，直接挖效果也是一样的，对的。那这个时候可说明实战就是黑的首先反思这个，就如果是挖完退的话，步调就有点慢。对，我刚才好像手势看他们往这也是往这点了一下。对，往这飞，那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是不是有个打了挤这个？对，这个也是挺严厉的。然后他们可能刚才在看的时候是，如果是这样能不能活的问题，可能是。是。这感觉是个结活，可能是一个对一个比较这样应该要进活比较困难哈。对，这样就需要判断，需要判断。假如说第一杆他进活不了，那么对黑棋来说，在这步棋这个真的是很难下定这个决心。是的。因为毕竟是快棋嘛，当时也就是一念之间的选择，但是这样下完之后呢，可能黑棋就稍微有一些被动了。对，白棋现在拐到这个头，那么呢，就黑棋就压力就越来越大了。然后黑的靠这个准心，然后这个是糊两下，对，糊一下是，对，这是白棋其实下这个，他意图是很清楚的。这边其实在后了后，这个有个飞，这个整局部这一飞，它确实是不能进活的，我接那个，这就是点，这是个打劫活。对，搭这个也一样，他在这个先手就没有问题啊。是的。那么呢，就因为有死活问题，黑棋呢先补了一个。从事后来说，其实确实很难说。对，很难讲。很难讲，因为这个黑棋虽然这个可能好一点，但是是目数少，这只有六目棋。是。这边至少有七目棋，最少有七目棋。
对，就是差了一目的情况，我觉得这职业棋手应该还是先把现超先拿下。对，因为你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没错没错，然后这个就不去说他了。对，好，白棋点。哎，先点试一下硬手是非常好。嗯，如果黑棋要这几个子就会比较重。对，实战是选择了一个轻灵的下法。那么白棋就先把拳头收回来，加强自身。这边有不光后还有目数。黑棋现在如果简单的出头呢，比如说什么飞一个之类的，这样呢棋局也比较漫长。是，那实战呢，他是想追求一点目数，对，断上来。这样的话就是成为拉锯战了，就是如果往外跑啊，因为将来其实黑棋白棋出头，将来这个几段还是存在的。就白棋黑棋啊，虽然走了一手，但是因为他这边撞了好些，因为撞完好些再走这个，其实这边还是有一定的薄的。所以这样就会成为一个拉锯战。是的。那实战呢是想在出头之前问问白棋的态度。对。给不给我这五目棋。然后。遭到拒绝。对，遭到了强烈的反击，而且这个地方双方都是必然的。必然的。没有任何的转圜的余地。如果走成这样的话就是必然的。这样。黑棋这样的话，黑棋局部获得了四目棋，然后同时呢把白棋削到了三目棋。目数上它是得的。对。然后呢并且产生了一个断点。但是呢要注意的是，就是白棋呢头在外头了。跟刚才如果黑棋头在外头走一手不断，这个就是天差地远。第二个呢，这黑棋四个呢是将来成为了负担。最简单的白棋将来就飞出来。不仅瞄到这个棋，然后这四个就会成为父母了。是，所以等于后薄上差了很多。虽然获得了目数上它肯定是便宜了。对，然后白棋的这步点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适应手。是是是，这个呢我觉得真的是按照我们的眼光真的很难判断它这个会平到底怎么样。本身它亏了三目棋，对，它获得了是这个利的先手。对，然后也把这个选择权又抛到黑棋，你到底是要目还是要后薄？这个对人的棋手来说，我觉得这个不用想。对，还是目，因为差了五目多。你要这样的话，这太亏了。是，大家注意，这个尖是没有什么用，它这将来有走的话，这爬回来是不是还有问题？比如说这样的，这爬回来你打这个，如果是团这个啊。对，团这个，对，因为尖的话就冲不到这下。反正如果这有转，这爬回来这打，这简单这一冲，是不是局部就不好活了？就是他这打掉了。是的，所以就是这个地方确实，我们从人类的角度来讲是没有什么考虑的，没有什么考虑的。这个肯定是先把目数拿掉，这差了五目棋差不起了。那这样。白棋虽然损了点目，但是在这边的作战，第一是补住了断点，然后多了个硬腿。那么呢，他这步棋就显得就更严厉了。更有力道一些。这扳是防止他扳过。对。对。那所以在这个局部，黑棋基本上是只能一个闪躲的姿态。闪躲，就是尽量的从轻处理了。让现在走成这样的。像白棋是爬过，白棋是爬过后，这边已经得到了一定的补偿。这个是没有办法，对黑棋来说。然后黑棋大飞。对。到这个节点的时候呢，眼见的棋盘上有两个非常大的好点。没错。一个就是上面的拆二，一个就是这边的尖。这个尖是非常大的。所以下成这样的话，如果是一人一个的话，觉得棋局还是相对漫长的。对，因为现在白棋这个地方不能被逼下来，逼下来这个角上就变薄了，就有产生了点的手段。是的。那么呢，这拆二应该是必须的。如果说这时候黑棋放任中央，咱们什么都不走，直接尖，那么呢，这个棋局导向那可能就完全是不同了。是。这地方因为黑棋毕竟还是有些先手的。其实它并不薄。最多就是白棋攻击而已。但是呢，白棋攻击因为现在都全盘都基本定型了，你要说他借助攻击把这四颗子吃掉，对白棋来说这个目标还有一定的风险吧。对，就是白棋是可能得靠出来还怎样，是就从这边入手。但是呢，这样的话会形成一个什么复杂，比如虎一个。这块棋现在是有生死问题的。这样的话就真的是会形成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战斗。是，
等于受到这块孤旗的牵制、嗯、其实黑棋反而就是让这四个子可能相对没那么危险了。 对， 对、嗯嗯、没错，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是事后看觉得首先黑棋这个时候尖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没错。 嗯， 嗯，那他实战的构想呢是希望把这两块相对薄弱的棋然后连起来，对、然后看看东府能不能经营一点。他 这个其实倒是 也可以理解，就是如果你抢这个你这是后手啊、哎，我就再怎么中央、然后呢这边都有些先手，因为他中间的威一下突然会膨胀起来了，嗯，他中央有目数的话他其实也能弥补这边的损失，是，而且可能会小米觉得你反正这边都损目了，我这也得到目数，这样只要让你这边不发挥作用他的目数还是可以的，对，这样他如果能孤棋还在中央围一点空还是很有效率的，对，这样、但这个时候遭到了顾子豪强烈的反击，然后这样形成了一个乱战。乱战、这下一下就搞不太清楚了。是，那实战黑棋是断在这儿。对，因为刚才我们说黑棋尖完后就别忘记了，白棋这边一旦处理不好，这边子儿越来越多，这个还有白棋的生死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对，等于现在双方都有受一定的牵制，就是现在的战斗的关键就是谁能够抢到先手，把这个局面处理好。没错，然后我们看到黑棋点完以后，如果是，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最后的胜负点嘛。我刚才看他们手指也应该往这点了，也是这样认为的。就是这时候一搭断的话，这形势会怎样？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混乱的。对，白棋怎么处理？就其实还头蛮大的。对，就像刚刚刘老师说，这边是一个未知的一块棋，然后中央眼见的白棋也不会轻易的联络。而且现在要注意的是，这地方还没有下子。这一旦黑棋都处理好，先手获得先手，这是有可能的。如果白棋不进行一个转换，或者还要强行去攻击黑棋，那么呢，黑棋这边处理好，这边处理好，白棋当然也把这个子处理好的时候，黑棋有可能会抢到先手。是，嗯，对，所以这个时候黑棋靠应该还是一个双方均势难解难分 的。嗯。然后就是我们觉得这盘棋可能败招。对，败招应该是这不靠了。这是本来还很难说啊，这被白棋这一跳，这边已经连通了。尤其是当白棋黑棋靠盘必然要搬，不然的话它就没有作用。当白棋八粘之后，黑棋发现自己不好办了。这边有漏洞，这边有漏洞，不好补。对。哎，这时候虽然那个有一个小手筋的是阴手，获得了一些目数便宜。对，但是白棋就冷静应对以后，黑棋还是要面临这个没办法两个断点的问题。这简单一说就是个打劫。最后呢，他就上了一个手筋啊，是，这也是七伤拳。七伤拳，对，还是得贴回来。是，被打的时候，被这么一打，对。这就接不住了。是，虽然通过这个小手筋让黑棋能够顺利的、这个挖丝变成立了，对，打出来，但是我们看到白棋两边先手一提，好，这样胜负已定，我觉得这样被白棋贴出来后，黑棋这一串的战斗，这该走这该走，而且这边还该走味道，尤其是当黑棋走的时候，白棋把被白棋抢到了最后的这一间，我看这时候大局确实一定。是，之后虽然双方还是进行了一定的收束，但是已经无关胜负。无关胜负了。反正这盘棋呢整体来说我觉得顾子豪是发挥的非常的完美。就可能这上面的战斗呢可能小小的，但是因为快棋嘛也是可以理解的。难免的。难免。是，所以也是恭喜顾子豪提前进入了我们龙星战的半决赛。好，那今天的这盘棋局就为您讲解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再见。